轻点，我刚吃了大蒜。什么是冠军之吻？当然就是直接吻出最高收视周日偶像剧《你有念大学吗》。上周日男女主角何浩晨当众亲吻安心雅这一幕，就亲出全体平均收视 1.6， 尤其15到24岁女性收视族群更直破2的好成绩。因为整个桥段如同白马王子和公主童话般的美好。这场众所期待的冠军之吻，安心雅从准备期间就自知一定要想办法臭翻何浩晨。怎么办？有心有扑通扑通的跳吗？就有准备好了，吃了很多大蒜啊、韭菜。和安心雅不同的是，何浩晨则是以造型取胜，不止穿着白西装，连发型也都暗藏玄机。这个刘海有可以吗？哦，一个勾的感觉。对，今天我特别就是把刘海稍微有一点小改造，就是跟原本的梁子豪不太一样。为了这场吻戏，两人准备各有巧思，也逐渐培养出好感情。安心雅称何浩晨是小太阳，而何浩晨也不时对安心雅放电，宛如新一代荧幕情侣。这一幕也让不少网友喊话，希望两人能够来真的，要是真的能够凑一对，就真的太棒了。三新闻综合报道。